3月19日，南北港亚妈祖吼，北港亚妈祖可以更强烈的去体验我们的北港的文化哈，北港的文化哈，感谢各位。感谢咱北港欢迎啊，非常感谢。啊，咱也感谢咱的亚妈林老师来到现场接待，非常感谢林老师到欢迎拢来到现场接待，非常感谢。